男扮女装来帮忙宣传一下应该可以的。对，我这样也看星爷吧，人家也不一定没可能。谢依霖我们也觉得挺可爱的，她也挺好看的。嗯，那如果有男生想要扮女生去试试，可能会验明正身。跨性别。看他甜的时候是甜的，挺难的吧？我的最主要是要美女啦，就好看啦，然后还有因为这个是一个足球有关的一个题材，那肯定也是需要有那个会运动是最好的。那当然不会运动也不是说不行，那可以练嘛。这次我们希望选到的人也是希望能世界各地都能有人来参与，然后能找到一些新人吧，有潜力的新人吧。演出应该就不太会，对，但还是导演吧。他挺期待这一次活动的，因为他也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电影已经在筹备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希望今年内能拍，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启动大量的新人，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要找嘛，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这次活动能找到很多新人出来。请问一下，不想扮女装也想就是参与这个电影？啊，对，你们这边如果男扮女装，男扮女装来帮忙宣传一下应该可以的。我这样也看星爷吧，人家也不一定没可能。投稿的人大概是2万多人吧。哦，可能10-20个呢。比如说那个像那个谢依霖，他也在找。谢依霖，谢依霖，可是他的年龄，他年龄应该有过了，可以老吗？不一定，人家也挺年轻的。谢依霖，我们也觉得挺可爱的，她也挺好看的。嗯，那如果有男生想要扮女生去试试，可能会验明正身。跨性别。看他甜的时候是甜的。